唉，回家了两天，来了之后你累我也累啊，皮蛋。你瞅这堆衣服，抽之前的衣服现在还没有洗。干啥嘞？你突然这么有精神？孩子长大了呀，知道给爸爸洗衣服了。你叼着这干啥？往马桶干啥？你上了？张小蛋，你别撕我裤子了！快放开！你这裤子撕成啥了？听话不听你？我放开！听话不听？不听话我放绝招了啊！我听话。快给我放开！放！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不放是不是？哎，有吃的，那快碗那皮蛋碗，快去拿碗，快点吃，快点，好吃的碗去哪儿了？碗放哪儿了？碗，快点，有吃的，好吃的。碗放哪儿了？碗去哪儿了？快，走，快来！